记者会上邀请艺人王灿出场，台上载歌载舞，炒热现场气氛，并与彰化县长王惠美分享八卦山步道之美。那其实除了吃碰肉饭以外，我知道最重要的还是要干嘛呢？在彰化我们就是要走步道。对 对，因为这样，要不然碰肉饭吃太多的话也不必累，所以走步道呢就可以吃越多的碰肉饭。县长王惠美表示，活动有三部曲，第一部曲登山健行抽好礼，第二部曲健走美食之旅，第三部曲千元齐步走活动。我们呢这一次呢在彰化让大家兜兜走，总共为大家规划有八条的登山步道。那我们呢第一重就是让大家来集章参加摸彩。彰化县府指出，挂山大纵走活动涵盖2024彰化控肉饭节集章活动，邀请民众来彰化，除了健行，还可以品尝彰化道地的控肉饭。新唐亚太电视叶习宏，台湾彰化采访报道。